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粉丝制作的新方块地图，叫做草帽新方块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了，咱们先看一下告示牌上。这个是作者的迷你号，然后作者叫做鬼棍懒蛋蛋又见我，看一下作者是因为作者懒给了我个什么东西啊，这什么召唤懒蛋蛋吉祥物，没什么用，好吧。然后作者鬼棍的话，哇，可以领这个海王类的肉啊，路飞最喜欢吃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，不就是个大鸡腿吗？而且我觉得哈，所有那个恶魔果实里面最适合你的就是那个橡胶果实，因为它吃不饱，可以不停的吃。还有可乐，还有什么剩下冰淇淋，还有红茶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吧。然后那个怎么把箱里面东西、拿一下，什么鬼啊，给这么多贝利，拿钱丢你哟，好像很屌的样子。还有一身装备。然后作者是好多吃的，作者是强调那个开心方块的中途不许 PVP 的，有些武器打地面能看出效果，打在经验上可能没效果，如火星流山，不对，流星火山，然后空手道，哎，跑酷终点有神器哦。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还没开始，你每次都这样，过分了。这什么、烟雾果实的白拳，暴风雪。等一下，海贼王幸运方块嘛，当然适合这首歌了。太平雪姬刀，流星火山，哇，原空手道，超级海流。这个小伙伴肯定是海贼王的忠实粉丝、哎、对，他做的几张地图都是跟海贼王有关的。海贼王什么鬼，海贼王有关的。海贼王纸枪，橡胶果实，机关枪，橡胶能力，黑夜刀，橡胶手，世界第一刀。哦，这个刀是那个鹰眼的吧，大爆炸图腾，完了哥哥，好像很屌的样子，慎用，最后再用，怎么了。黑堕天使，强大的堕天使呀，不要打我呀，好不好呀，我们女友。橡胶机关枪，橡胶枪、地狱之间，哇，他给的东西太多了，之前咱们试过的东西就不要了吧。我把这些像什么右键放水。哎，你跑哪去啊？我被这堕天使打追着屁股跑。哎呀，跑了，好了，冰冻果实的能力。然后这什么 M7 匕首，召唤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看一下，听从我的召唤吧。什么玩意，创造结界，自行画圈，发福的 HIM， 你怕不怕？我的天哪，这是 HIM 突变了吧，神经啊。我在前面看到一个拉杆，好像这个拉杆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什么东西啊，兵器融合者，装不下了。我这花，这花符，花符的花符的花花花符什么鬼，发符的发符的 HIM 居然被他几下就打死了。哇，怎么分散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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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把那个东西打到你那边去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啊！火枪、火拳、火拳、火枪。哇！我该把什么东西丢掉呢？把这些可乐什么都丢掉了吧，这些吃的东西。哎，岩山钢、萤火、烧烧果实的能力。把冰淇淋给吃掉。然后再把这个双向激光咖啡喝掉。魂之上剑，布鲁克的武器。线线果实能力者。风来炮。手里剑不要了。
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油炸石井大拼盘，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，这个是三只的那个腿法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开我的新方块了？哦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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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什么东西？鬼戒尺？还记得高考的那一年夏天吗？什么玩意？哎呦，这个肉也丢掉了。跑酷什么的，我来了，这里还有两块。哎哎，到底要丢掉什么呢？我的天哪，神经病啊，谁打我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打你，老是打我嘞？可能觉得你不够好看。这个没什么用。这啥玩意？亢奋荷尔蒙。荷尔蒙，我记得是那个，谁的果实啊？谁打我？不知道。谁又在打我？哇，这个冰气融合者好烦。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个怪打你啊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完，趁我无敌时间还够，赶紧往上跑！小铃铛，你想获得神器呀？不存在的，书架上面是书架。哎，又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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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！算了，我放弃了，不要了，给你吧。上去了吗？我觉得你也跳不上去。我先一个个东西来试啊。召唤懒蛋蛋，这懒蛋蛋没什么卵用，丢掉。鬼聚魂，风来炮什么鬼？完了，我还没拿到，哥哥。算了，不要了。我这个风来炮威力这么大。我记得荷尔蒙可以变大的，我的天哪！我记得这风雷炮好像是那个什么，什么克隆人吧？是克隆人的那个，就还相当于那个什么海军六四里面的，需要自己领悟的。应该他那个东西已经掉出来了。好，先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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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什么玩意？演奏出美妙的音乐。走，倒着走。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都是魂之上剑已经进小提琴。哎呦，风来炮也试过了、哎、然后这个鱼竿是干什么的？没什么卵用。然后这个 M7匕首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你看这么多 HIM， 就问你怕不怕？虽然是发福的，这么多水，就问你怕不怕？黑兜，眼瞎了吧？眼瞎了吧？哇，真的直接眼瞎好吗？我拿出我的橡胶果实的基因爆破。嗯，橡胶果实能力者。对。哎呦，橡胶巨人手。等一下，这个基因爆破不要用，基因爆破不要用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？鬼戒尺，哇，这什么？作者的高中老师，鬼棍交作业还看沐浴视频。然后再下一个，那作者是高中生了。岩上钢，哇，我这个岩上钢，本来岩上钢他是那个在咱们那个。在自身的一圈生成火的，它这个只是做出来一面。那这个萤火呢？我萤火是加血，火拳。哎，我这个是一圈。什么东西啊？哥，我觉得你有必要过来看看我。这个招数是冰块。我这个是从一圈，包括自己脚底下都生成火的。冰块两鸡毛，冰块两鸡毛啊、嗯！火枪，我刚刚好像打中了谁？哎，你过分了！还好这个东西可以破坏方块的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先一个个的试啊！我在试呀。哦，哇，这什么武器啊？双向激光剑红，哇，破坏方块的，你看。对啊，我的是蓝色的，我也可以破坏方块。破坏方块。然后这个，
千鸟刃，千鸟千本，麦克风，还有大把的东西。影子革命是把自己给变大。我要吃路飞最喜欢的肉了，因为我变成了路飞，下降果实的力的。荷尔蒙果实是加，哇，加速度的。白锤，哇，这个烟雾拳，好像很屌的样子啊！这个烟雾拳，山寨机关枪。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紫枪，紫枪破坏不也可以破坏方块，但是它是破坏一个的。暴风雪，哇，这一面全变成雪的了。我找不着你了。我还以为它会变成暴风雪呢。哇哇！我的天哪，我直接被困在里面了。这流星火山。哎呦喂，这个地图破坏的，看我的橡胶机关枪，还有这个黑夜刀，哇，这黑夜刀好厉害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纸枪，橡胶手，我的天哪，这黑夜刀，你看你身后的方块，那怎么了？全部被他推掉了。是呀，我的天哪，太厉害吧！果然这鹰眼的刀挺棒的。啊，你打得中吗？咦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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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还有这个大刀，这个大刀又是什么效果？大刀，哇，直接把你头，没效果，你头变大了。鱼人空手道，超级海流，奇奇怪怪的传送门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有啥东西？蓝角，哇，这个蓝角做的好像啊。踢出去它有爆炸效果啊！哥，这鸡眼怎么扎了个洞？踢出去它有爆炸效果的，你看。哇，哥，你看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！你看，对吧？这个蓝，这个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个奇奇怪怪的传送门。就他上一张地图，我召唤出来打你的那个啊。我就说这么眼熟。还有这个油炸，这个。三字的那个腿法脚法，画龙点睛，加强版，好像伤害不咋地。还有最后橡胶机关枪以及那个武装色枪，以及最后的这个。好，这几个试完之后咱们就开始 PVP 吧。嗯，左键发射冰，右键发射火，哇，冰虫两重天，冰虫两重天什么鬼，冰火两重天，看到没？我走了，我上天了，不想跟你玩了，下面这个地形已经被破坏的无法言说了。哇，这把武器拿着手中好大。然后还有这个武装色橡胶枪，你人呢？人哪去了？你过来呀！我在天上呢，我在天上呢，哥哥。你怎么上去的？在哪了？而且我在天上卡住了。喂，我下来了。我用这个就是跃步上去的。还是这个黑夜刀厉害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橡胶果实的能力。你在哪去了？还没下来？我在下面。我在前面这个坑啊。你在哪个坑呀？我找不见你了呀。算了，我去找你吧。你这种路痴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别打我先让我下来。黑夜刀。
先让我下来，哥哥，我否则的话重生都不知道又重生到哪里去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，橡胶手，你还橡胶机关枪？巨人手，还橡胶机关枪？黑夜刀，橡胶手。首先你得瞄准我，你瞄不准我，你再强的招式也……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这怎么了呀，哥哥？我勒个大擦！你用了个什么东西？我游戏直接崩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回来了！咦？我刚应该趁你卡住的时候拿橡胶手打死你！哎呦，橡胶！哎呦，刚刚用的香蕉。哇，这个后坐力有点大，鼠标都快拖到地下去了。不是后坐力大，是你不会用好吧？来，我用给你看，橡胶机关枪是吧？看一下。好，橡胶机关枪，你人呢？我掉洞里面去了。是你瞄。是你技术不好，瞄不准，好吧？哥，你人呢？我在这里，哥哥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呀，我在重生撵着你呢。没看你人呢？哎，我怎么，我们两个跑反边了？在这里，快给你，你看一下。我这有，你看。是你自己瞄不准的，不一样，我们两个的怎么不一样了？是你自己瞄不准，瞄不准的原因，好吧？你的是粉色的，我的是红，我的是肉色的。哦，你这个是普通的，好吧？我这是二档的能力，我这个是二档的能力。我不复活了，你就打死我不复活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